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药啊？ 像我，从小孤苦伶仃，没爹没娘。现在因为一个星辰，你无法过来怪我，云长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你既然已经怀孕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那我承认。 行了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你怀疑吧，都是我做的。阿瑶，昨天我喝了那杯水之后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是星辰对我。 他非得不让我走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阿瑶，对不起啊，也许真的是我错怪你了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 如果真的是受益对你不轨的话，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，啊！阿瑶，别哭了。美娇，帮我找到穆星辰。云长，我告诉你，星辰绝对不是负心汉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这样，我带你去找他，在前面。
穆星辰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了？穆星辰人呢？我不知道呀。他没回来啊。王八蛋！穆星辰，穆星辰，你个王八蛋！穆星辰。 穆星辰，王八蛋，滚出来！穆星辰，文轩，你发什么疯呢？我都知道，穆星辰那个王八蛋。阿瑶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你还嫌这事闹得不够大吗？阿瑶，你就别在这儿干了，你亲我的行不行？走。文轩，你是要逼死我你才开心是吗？ 好，那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哎，阿瑶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穆星辰，老子今天废了你，给我出来！叶远志，你又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干什么？阿瑶，他敢欺负你，我让他不好过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用得着你管吗？你别在这瞎起哄！我是谁？我凭什么不能管？ 穆星辰欺负阿瑶，我怎么不能管？你凭什么拦着我呀？我凭什么？就凭我是追阿瑶的第一个人，这事用不着你管，要管也是我来管，你没资格在这说话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就不能管了？行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走！ 阿瑶。